就可以看到提线木偶的舞蹈。谢谢 W 两下的背筋啊！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全军出击啊，没什么问题。我潜伏在每个营地之中啊，原来艾克是打野呀。想要再来一发吗？我可不会留下任何悬念。什么鬼呀？一看这艾克就不会打野，你说一滴你学个 W， 你啥也没挡着有什么用呢？挡一会儿再放 W 啊，推 A 点点推点，我们所有人一起造成一些爆破。家伙，闪现一手吧，不用交加血，就是他又摸不着我，他有什么用？后撤一手，他升了啊，别让他勾了。他俩交加血了吗？他俩没交，我也没交点烟。推 A， 升三可以打。女警这波没有和平使者啊，所以我们不着急，可以杀。一推咬点烟起飞，一打不溜霸，这有什么意义吗？你又不能破盾。咬 A 起飞降落，走位一 W。我这波刚好啊，刚好变身，还行，挡住了。我知道是什么潜伏在黑暗之中。那蛤蚱跑过来了，我没变成蜘蛛形态，我变成蜘蛛形态，这蛤蚱死了，我捆住它，它就死。杀泰坦啊，咬一下，这波双杀。拉一拉线，就可以看到提线木偶的
舞蹈。没卡进去，他妈小蜘蛛打人，哎，怎么还在这样式的？哎呦呦！这泰坦怎么有个点烟呢？哎，这波可是有点难受了啊！这泰坦没秒掉。哎，不对呀，这泰坦咋没踩夹呢？他夹没有放地上吗？我一泰坦干什么玩意儿了呢？我下来就死了。我都没有技能，我E它有什么用？不行啊，这波有点傻逼了。没事 ，AD 死了有跳弹，呀，跳弹让谁打了？六百，没事，你跑出我的蛛网。我有小蜘蛛，没事。七百，这全是我的人头啊！这女警咋不拿人头呢？一W 推咬起飞降落 A 一下。走吧，蛤蟆来了，快撤，人有点多啊、哦、溜了溜了。哎，暗夜收割者了，没关系，我已经无敌了，女警拿不拿人头无所谓了，没用啊，他拿人头他也他没用了，剩下的人头全给他。那能不能拿得到，这就得看他自己了。现在这 ADC 见着我就一个字死。我马上到中，等我啊！一打不得飞咬。假装走了，其实不走。AD 还得在塔下，在塔下就死。往回一，
我必须得咬他一下，推 A 一打破牛，咬致命点炎，起飞降落平 A。发条多少血？发条这么点血，敢在中路不走？我不知道因为什么，是不是因为我现在不行了？我是不是没治你了，小伙子？啊？是不是因为我现在没治你了？回家了。啥意思啊？送人头，新年快乐！就是不让回家，我都不明白因为什么。来美甲的窃魂卷，武器大师无敌了。我看看他有多无敌。哎呀，不就是个武器大师吗？在我面前也只能是一张纸儿，兄弟们，也只能是一张纸儿，一个纸而已。推。一 W 咬，这家伙假装走了，其实不走，在这儿等一手。一 W 推咬，推平 A， 平 A。行嘞，又是挺幼的啊！上单掉线了，上单不是掉线，上单是退了。自己说我不想打了，看那个样子吧，我不想打了。哎呀，你不想打了。你自己崩的，赖谁呀？你能赖到谁？你说，玩上单吧，现在是上单蜘蛛。我有上天，推！来，看看这 ADC 能不能杀？起飞！打发条一个大，挺好。我去把那峡谷打了吧。
我本来想直接出猫着的啊，但是我觉得蜘蛛这种英雄还是法穿棒会好一点。咱们来法穿棒吧。上路守一下，赶紧去中路帮他们推呀、啊！我想一想啊，这波推不推？哎，这 ADC 啥意思？推，爬过来咬。我们得赶紧过来了，这有点顶不住了。有大没有？啊，不着急上啊，推。爬爬溜炸一推咬好闪炸一下再见起飞闪现一回家了。哎，这猫这可以要啊，先来个小法穿不就完事儿了吗？先来个猫的猫子戏法，拉一拉线就可以看。直接咬死，老脆了这。那母亲大师好像不太敢上啊。推，咬，跑了，打个眼儿来。先把武器杀了，再把发条杀了。我们的虚区现在已经是有点薛飞是有点无敌了啊。快拆了吧，我们家少一个人啊，拆掉得了。先咬武器大师，拆塔，咬一打不溜，能打死吗？一中推咬起飞，哎呦不行啊，不能让他飞我啊，不能让他飞我啊。拿下下一把给大家结个账。